你好，是苏慕云同学吗？不是，我是明贤创业基金委员会的。你申请的创业基金啊，已经通过审批了，你尽快来学校签字办理手续。哦，好。怎么样，今天面试通过了？明贤创业基金会给我批了创业基金，不是你帮我报名的？你真以为我帮你报的名？怎么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热心肠？哼。Hello， 给我吧。小凤，他创业基金下来了，咱们今天要吃穷他。好嘞。哎，你把我的小肥牛画掉干嘛？手切跟机器切有什么不一样？吃到肚子里的都是蛋白质。那我那个大明虾你给我画掉干什么呀？这家海鲜不新鲜，你多吃点菜吧。咱不是说好要吃穷他的吗？你知道创业基金有多麻烦吗？这是我的劳动成果，你给我放尊重一点。苏慕云，这你的钱吗？你做主。我听他的。服务员，你好。你帮我上一斤狗粮，我要蘸柠檬吃。狗粮？蘸柠檬？小凤，我要是个男的，我当场就把你娶了。这是我家，你出去。不是，慧姐，咱们要命好吗？别这样。吃饭吃饭，哼。哦对，啊谢谢。哼。好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哎，对了，你吃药了吗？吃了。真乖。这。红酒酸得有点牙疼。我这个菜甜得我嗓子痒。吃饱了。吃饱了吗？我们做饭，他们洗碗。啊，算了，他们是客人。对啊，听见没？我们是客人，女主人都发话了。那我洗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也是客人，我们做饭，他们就该洗碗，是不是？行吧，行，那我们洗吧。这就干。给我吧。藏好了，后面更吓人。三年。鬼马上按门铃了。Thank you.
你先说。是想说，你回去记得吃药啊。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？今天向你告白，你先亮了。终注定为何忽远忽近，对视觉有吹不散的涟漪。我想我们当然只是太过于坚持而已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，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况且你以前是怎么欺负我的，你忘了？我呀喜欢温柔的天使，而你是毒蛇恶魔，完美错过所有正确答案。哦，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加油。曾经会害怕一起是否太多的犹豫，要正面真情。自从我们的相伴添了爱的意义，我明白了青梅竹马最美的原因。幸福就像同款戏，两颗耐看的真心，永恒的真谛。我进去了，你也回去吧，早点睡。喂，你东西忘记了。我忘了什么？为这世界最好的你，在那最美的年纪，让我用尽了我自己成长的坚定而不移。你忘记听我说最后一句话，我会努力变成你温柔的天使。我想要这个啊。好，来，好，谢谢，拜拜拜拜。好了，走了走了，拜拜。不需要。得，那你好好领悟吧。祝你马到成功，英年早婚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我买东西的钱别忘了报销啊。
错啊。那我们就开始正题吧。今天呢，我先教你副歌部分的一个八拍，站好。6、7、8，你是截肢了吗？能不能好好跳啊？再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腿可以在这边，再来，快一点呢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。5、6、7，没有这个。来吧，你快点。5、7。我这过来不是千里送人头吗？怂，我怂？那你行你上。为了小峰，你这点牺牲精神都没有。我有。来，你上，你加油。服了吗？服了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对视觉有吹不散的涟漪，我想我们好像只是太过于坚持而已。如果只是不讲明的约定，又有什么焦虑？我们的前进是永远或是瞬息性简简单暖语，是这故事最美途径。自从我们的微笑添了总是不腻，我找到了青梅竹马最大的原因。